所以 七軍啊 青海湖咁大，幾百平方公里啊，或者是千平方公里啊，香港咧一個大型嘅游泳池。當咧呢、這個青海湖咧啲水咁樣，哇！已經浸到啲沙龍啦，已經。你聽唔聽到啊？所以我話咯，今日又升500幾啦，點睇啊？因為2018年啱嗰時候啊，啲人話啦。 呢個咧就會係想落市嘅，因為咧好多因素，我心諗你過唔過時啊？你睇唔到中國嘅大勢啊？你睇唔到外國嘅大勢啊？全球都開始復甦啦，而中國係領先，係咪啊？跟住中國喺過去嗰5年已經擺正曬嗰啲炮位啊，已經啊，已經係將嗰個所謂叫做錯配嗰個樣嘢咧，喺經濟上啊，全部冚唪唥搞翻正，結構上咧應該壓嘅壓，應該扶嘅扶。 所有嘅啲製造業啊、工薪科技啊、裝備製造業咧，全部整翻息上嚟嘅。咁嘅勢，國家嘅嘢會唔好啊？咁而股市行先講，經濟一九月至半年噶嘛，只一年噶嘛。所以係嘛？高處未算高真係啊！今日有哇，我都話500幾好狼喎咁樣，但係實在多錢出嚟，因為點解大陸舊年已經講㗎啦，好多嗰啲。 咩社保基金啊，乜乜基金啲咧，係俾佢搣多少出嚟買香港股市啊嘛，益下自己有，咪咁咪瓜咯，即刻瓜啦，執到周圍都係啦，啊兩個都幾開心啊，啲股，呢種。<笑>